我身边有位朋友患上脂肪肝，但他明明很瘦，就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患上脂肪肝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哈脂肪肝呢不再是属于肥胖的人哦。真的吗？那是什么因素造成的？不如等一下我们问一下我们的专家。是，那记得留守稍后2点钟的活力加油站。